你看，刚刚这两个，这种动作拢是阿姨才会出。天哪，我嘛才一个妹妹。我是有一个姐啊，甲阮教啦。咱来看一下原因重现的，来，阿妈呢？豆波，阿妈，师傅，哎，你看，长大了不？你今天不能几点就爱点起，你要对贵宾讲。小心那个莫哥呀，哈，旁边一个老肉包，麻烦抱一下啦。 可以写恁错了，要先退掉。掌声鼓励。多谢你的安慰啦，你若无甲我冷风，当然卖甲我冷啦。不是啊，人这是小鲜肉，而且老腊肉是要冷风。好啦，来，请问有啥物要求啊？这个囡仔吼，今晚咧歌唱个变唔变调？哎，员工是。 歌准歌王接班人，厉害啊！将来歌单都是伊的天下啦，啊，要去日本深造，嗯，了，回来也是要去好莱坞发展。哦，所以，哎，家己拢笑场啊，变作。家己拢笑场啦。你话讲，刚刚有一天你去到好莱坞的时阵，哎，你干这这干啥？我无想要去好莱坞，我来宝莱坞就好啊。哦，你嘛只够，只去我想讲，我干来去乌来的好啊。哦，你不要宝莱坞，宝莱坞也很困难。 好，也很困难。来来来来，啊，今天你变哪变哪处理？你是安尼啦，因为这三个查某囡仔吼，伫咧八点钟演技拢下下叫，啊，我想过这个副改成看一段，好，看一段，好，三个拢这个好命啦，哎，每个看戏哇，哎呦，啊，安尼哇，你做男主角，哇，哎，啊，你三个示范，来来来，你没有三种不同的方式，好，你是咧戏戏叫变变叫的，啊，啊是另外一种较较冷的。 好，较冷，啊！你是用迄个西奈的咩？好，无同款哦，无同款哦。我问题啊！咦，大家注意看哦，这个演技大考验，伊袂秒可立白，可是。阿仔，这个钱你拢敢较大出去啊？你今日无效呢，啊！你破土地面落无死啊！我甲你讲哦，我即马叫你规天等下，你即马才甲我等下，我才甲咱的猪仔只青草被哦，你吃你是不等下食无？你假了味，你只拢气死人啦！三个代志拢唔做，我规天倒咧眠床顶，你敢要来甲我招过？哈？ 你无开，我只在叫你好食吧。是啊，先热困啊。啊，人当的今日只，都没形象啊。我听这，我头壳这段话，我听煞了后，才发觉讲哦，真正无人敢带伊。你安尼讲，我是演戏。哦，演的吗？我私底下还不是这样。还讲到够很犀利，你知哦。啊，来，我请问什么意思？来，佩奇，你今晚多啊讲的迄个是。 阮阿姊哦，无，我不会演啊！阿你真正是愈来愈无大无细呢，阿莫想看卖，食到七个年岁啊，阿连咪都要打一棺材，竟然敢甲阮柯丽姐讲甲遮尔歹听，你拢唔知人生说偌水身材偌好诶，人连咪都要搁嫁啊啦，阿你咧，要你第几遍哈？已经传两个啊，已经传两个啊。 连咪要搁娶第三个啊啦！好啦，无你阿姊啊，你麻烦你休休困。这天公，我敢那规盘拢泡菜。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最近是安怎？我管掉千金呢，你想让我怎啊出去约会？你较细腻哦，阮爸是馆长哦。到时阵若看你袂爽，我看你袂顺眼，我著叫伊甲你。哈，我甲你讲，你绝对爱去的。我即摆若看你袂爽，我著找你麻烦，我绝对亲门大户去，你到找你的麻烦，好哩。 真厉害，好帅！掌声鼓励，好厉害哦！好久没有演了，好久没有骂人了，有点心虚啊！我跟你讲，你卖个白话。哎，那我今天较勇的我，带了一摆带了去杀的哦，真紧的往生。新婚之夜是互你带起。覆盖你都要看三种无同的秘法。 你今麦有想要有啥物人骂一下无？我刚刚话是好啊，唱歌就好啊。我好啊，唱歌啦。好啊，开讲哈。这是啥物啦？我那个惊啦。你看唱袂出来啊？这是前菜尔。前菜哦。幸好你了解讲，其实演戏吼要脱离本身。好好。要投入角色。好的。其实你个看那佩奇平常时也是偌尔优秀的。其实我很害羞啦。你那可能演戏叫啊，静雯佫较好斗阵。 伊修复的呢？我碰过，我今麦买到演一段楚楚可怜呐。楚楚可怜，伊白的，看没啦？福凯，嗯，
你哪都无爱我，你想哪要找伊个狐狸精？我对你真好，这个狐狸精也无我水，你哪会当安尼？你哪会当变心？你安尼不是楚楚可怜嘞？我是啥？你安尼挑嘞？挑。也错了哟，哎，不对哟，我你讲，叫你表示啊，要学我把狐狸尾巴藏起来，特别让他摸死，就不会用，表拍什么？抖音过来一遍，然后过来一遍，好不敢，那也是赶快的，赶快的，这嘛不是楚楚可怜，那个表示你晓得，这里出了你，出了你，一点都不可怜，不敢，哎，喂，哎呦，你这边惊的有什么意思？楚楚可怕，小惊个鬼点嘛，这嘛都没糊，没糊没糊，惊掉，哎，这盖，哎，这盖。